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正好最近有一个同学呢，就是我最好的朋友，生日了，对 ，Yes， 所以我今天是打算送他无印良品的笔记本，但是他现在还不知道。你可以借我看一下你的笔记本吗？你打开来看，你翻开来看。打开。所以它就是一个空白的， yeah. 就没有就画画的。哦，白白，那这个送你，这个就是你可以就是笔画笔记的时候，你可以用这个写。对，然后你看这个还送你这个什么？我的签名照，你下次呢？哦，签名而已，没有，你可以把它打开来看一下啊。开箱，来，现在我们来把这个笔记本，所以挂定了打出去，哎，不是，所以你有用过他们家的笔记本吗？没有哎，真假？它总共有48张，还有这个一定要收好，你知道吗？这个很值钱，这个原本1块钱而已，对不对？这个呢，现在已经变50块了。对，好棒，是2块钱，笑死！好，希望你会喜欢呢、哦。谢谢。因为我真的想不到要送你什么，所以我就送你一本笔记本，因为刚好看到你的笔记本就是没有那个格子的，就是全白的，我觉得有点做笔记的时候有点很不方便。虽然比较适合画画，但是这一本就是比较适合写笔记。我的影片结束啦，那喜欢的影片就在底下按喜欢。那有什么问题呢？可以在底下留言并且分享。那有想追踪我的影片，可以去追踪我的 YouTube 频道，去订阅，还有并开启铃铛，这样有新片的时候通知哦。那我们下次见哦。还有，继续追踪我的 Instagram 在这边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